给大哥点点关注，这样的网络术语，如果是梅西来帮你喊，会是什么效果？瞬间涨粉几十万，带货商务接不停，最好把手机提示也同时关掉，不然真的会崩溃。这样的事就真实的发生在梅西与巴萨小老弟法蒂的身上。近日法蒂接受采访，向媒体透露梅西对他的照顾。在对阵皇家贝蒂斯的首秀后，梅西在更衣室等着他庆祝胜利，看到法蒂后，梅西送上了拥抱。球队的摄影师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，梅西将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，并且艾特了法蒂。帖子一发，法蒂的手机瞬间受到了几百万条提醒，关注度火速上升。所发生的这一切把当时年仅17岁的法蒂吓到了。法蒂表示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举动，以他的高度来做这样的事对我真的很重要，现在家里永远留着这张照片。记得梅西刚出道的时候，小罗也像这样帮助了他，梅西同样也帮助了我，这是我踢球额外的动力。对于年轻球员来讲，梅西不光能带他们涨粉，很多将梅西视为偶像的小球员都成为了梅西的队友，甚至一些人已经和梅西并肩作战，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。对于法蒂来讲，早日摆脱伤病，真正的能接过梅西穿过的10号球衣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。抖音